锁一下。嗯。锁上了吗？加点火油，来加一下。你再凑过来一点，来。再过来一点。哎，好嘞。扫上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加上我就打过去。电话过来了是吧？好。我说你有病吗？啊，你会开车吗？考驾照了吗你？这车道是你家的呀？啊，变来变去的，你别出来祸害人行吗？哎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啊！谁让你开那么快的？你以为你开的是飞机吗？啊，你驾照怎么拿的呀你？也就我今天不能出去，我要是能出去，我揍死你我！什么？你来呀、啊！啊，你有本事你来，我怕你不成啊？你下来，你下来揍死我呀！我在这等着你。你知不知道是因为你实线变道才导致追尾的呀？你坑爹怎么学的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负全责，全责，否则你跑不了，你相不相信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这种人我见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要不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你这种人我见一个打一个。哎呀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我忍你很久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是搁以前，我能出去的时候，我一个小拇指就能把你捏死，你信不信？我大妹子，你还有力气骂人吗？啊，没有力气了。哎，那个，我也没有力气了。我也想过了，反正现在我也下不去，现在车也修不了，应该问题也不大。要不咱们就算了吧，是不是？我也不追究你们了。行，那就这样吧。那我走了，常联系啊，拜拜。啊、骂人这么费劲，都给我骂缺氧了我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